哎呦，不是这个真的挺难进来的。Hello， 怎么了？哎，同学，嘘，嘘，这里得小点声。啊，你帮我拿一下书呗。拿不到呀。对呀，你看。我也拿不到。啊，那咋整？我帮你拿。走，我们过去看。咋那么神神秘秘的？哦，哎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我过来看书。我和我妹妹也常来这边看书。你跟你妹妹长得不太像。啊？是吗？那你觉得她比较像谁呢？在我们三个里面。 哈哈哈哈哈！啥意思呢？好看，漂亮，脱颖而出啊！就比较可爱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来吧，我们看看这个书吧。对，一本神奇的答案之书。你一翻开，就是它会给你解答。你自己有啥问题想问吗？今天北京为什么那么冷啊？ 看看书能给你答案不？你最好把重心放在你的工作上。<笑>怎么这么准啊？这个书，这句话的意思呢，你就是别操心天气了。别操心，今天好好的录节目。对对对，今天好好的录节目。这个就是什么角色？馆长，我们这里不让抄抄。抄抄啊？不让抄抄。我们咋抄抄了？馆长忽然讲东北话。 那个比许魏洲还光彩夺目的耳机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吗？这个是爱奇 Ariel 耳机。对，它戴上它会怎么样呢？就是音质非常好，戴上像蹦迪。广告。哇哦！哇哦！馆长，我快点！我手控制不住了，谁来给我取一下耳机？快点！他明明不情愿蹦的样子。对对对，就是硬着头皮蹦在。哇哦！快点！我手控制不住了，谁来给我取一下耳机？快点！ 快点，许魏洲，或者翻翻，或者拉姆，快点！你第一个说许魏洲，让他取吧。对对对，我也。你都撑住了，你快取吧你。我好累啊。你别抖，你别抖。对不起，刚刚失态了。你不是一直都在失态吗？瞪着你的眼睛看我干什么？你好看啊。女人爱潇洒，男人爱漂亮。谢谢，你们都不要再吵一下。小心妹妹流鼻涕了，给她擦一下。好吗？一会儿再来看你。 莫名其妙的馆长，现在是怎么了？打桩啊？哎，你们怎么说话都是起范儿？哎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大家好，我是没眼看的帆帆，我是辣眼睛的杨子，这里是爱奇艺娱乐，出招吧，帆帆。 大家好，我是许魏洲，出招吧，许魏洲。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了。他今天怎么了？那得问你啊，陆天浩怎么了？对他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，然后我们找来了最近正在爱奇艺热播的一部剧，然后叫做《生活对我下手了》的女主，然后辣目洋子来做代班主持，一个非常不专业的主持人。放心吧，啊。
就是你不在之后呢，我不但记不住流程，我的搭档也记不住流程，就整个干掉，很巧，对。然后再次欢迎许魏洲来到我们节目，对。然后这次过来这边，然后想问一下，就是新的一年会有什么计划吗？因为马上也到新的一年了嘛。啊，因为我在拍摄一部新剧，叫做《乒乓》，就是打乒乓球。嗯。会跨年拍，然后过年的话应该也是在剧组里面，所以新年的开头应该也是拍戏。哭了。嗯，这部戏是和太拼了。和那个小白白敬亭，他是一个体育，然后竞技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。那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，他是因为2008年奥运嘛，十年献礼奥运，北京奥运，十周年。如果用让你用一个形容词啊，形容一下过去的2018年，充实、忙。这个忙碌好像跟充实撞了，其实就是很忙，忙忙忙。徐州对自己的2018年。用了忙和充实形容词，我们也找了一些粉丝的，就是对你的印象，作为这一年的回顾和总结。今天我们要隆重的举办2018年第一届朝阳区金帆奖颁奖典礼。金帆奖啊？对对对。好的。我是作为颁奖嘉宾呢，我就来颁发这个奖。那么这个奖项将会由谁获得呢？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信封。他在世界各地无数个机场穿梭游荡，他用敏捷的双手拯救粉丝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是个导游，霸气施展着他与生俱来的男友力。恭喜小许英雄获得直立奔走的机场小英雄奖。谢谢谢谢，受之有愧了。谢谢。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段视频，然后告诉你为什么我们颁给你了这个奖，好不好 ？OK，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啊，刚刚看到的是你的粉丝在机场感觉很容易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。哎，就有的时候在这个颁奖礼上面，其实他们都会来现场来看我，然后为我打 call， 来接机，会拍照啊。但是有的时候会倒着走，因为拍照不是这样子倒过来走，我一直跟他们说别这么走，特别容易摔跤啊。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因为我的粉丝们他们也特别听话嘛。其实我觉得这一路下来，我坚持我的这个影视新的作品，坚持我自己音乐的道路，其实更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，就我的粉丝们给予我很大的动力。所以我们第二个奖好不好？好，很高兴这次呢作为金帆奖的一个颁奖嘉宾，唯一的颁奖嘉宾。对对，唯一的颁奖嘉宾。然后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奖项是什么呢？他是摇滚界最会跳舞的人，是跳舞界最会画圆的人。他用笔直的双腿在地平线上留下了一个个旋转的轨迹。恭喜拉丁美洲获得最敬业圆规奖。谢谢谢谢。又一个业。谢谢谢谢。嗯。你是学跳舞的？对，从小的时候吧，差不多小学一年级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开始学拉丁舞，因为跳拉丁舞鞋子不亮晶晶的嘛，对，就那样的鞋子。然后我说哇，鞋子好好看啊！我就跟我妈说，我说妈妈，我也想穿这样的鞋子。她说你要穿这鞋子就得去学跳舞，人家是跳拉丁舞的鞋子。那她说行啊，那就去学跳舞吧。我当时其实一年级，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，所以徐老师因为一双鞋，对，就真的是从小就想当一个亮晶晶的男孩。对对对，我当时就被这个鞋所吸引了，后来就一学，结果就学了9年多，十年，这样。因为不瞒大家说，我小时候也是学国标舞的。是吗？
是哪个类型啊？我跟你讲，这范儿起得太足，等一下跳的时候，我一垮掉，我跟你讲。我是就是恰恰什么那个啊，拉丁舞，对拉丁舞那些，对。要展示一下，一下对。我说来就来啊！虽然我很多年没跳了，而且就是身材也走样了。妈呀！我觉得拉丁舞最重要的是表情，你要自信，你要笑，就要有。It's show time。要有这种范儿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对，还行吧。徐州学的，还行，能看得出跳过，能看得出是练过的。你有学过民族舞吗？古典舞，只会点古典舞。因为我家是内蒙古的，所以小时候学民族舞就是蒙古舞比较多。哦，是吗？蒙古舞的时候，我当时考学的时候有跳。男生跳蒙古舞特别帅。对，因为其实老师更多的是想看到你那个。就是肢体的协调，并不是说一定要跳的有多好看啊、所以当时就选了一个蒙古的舞的套路。所以展示一下吧，来吧。对啊，教你一小段。好像要教许维洲一套动作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有一个三步骤啊，就是第一，啊、伸出你的向前方伸出你的双手，做出这个向下这个压腕的动作。最重要，你要有这种丰收的喜悦，你知道吗？好。你要喜悦，好喜悦。对啊，你就是这是蒙古的挤奶舞，你知道吗？就收获了，就今年家里有钱了，就有这种范儿，你知道吗？那来吧，一块来吧，来，那你先起范儿来，带个头，走。你要开心，你知道吗？我还不开心，我丰收了。律动就是总感觉，哎算了，就这一个动作，别别的了，就总感觉很像给牛累个好胆的，会了吗？会了，你这十年的蒙古舞不能说学的也太多了，学了十年几代，就是你要将这个精华，我已经三个步骤已经讲到了精华。OK。然后聊了这么久呢，我有点饿了。那吃吧，我为了这顿饭中午都没吃好。对，因为听说就是感觉很好的样子，很好吃哦。对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在不被馆长发现的前提下吃零食，被发现则需要接受馆长的惩罚。这是自己选吃啥吗？这是妈呀！我这个看就很有钱的样子。你这是地主家的儿子。怎么直接就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啊，但是你知道我们图书馆不能吃东西，然后声音也不能太大，所以就是等一下我们吃的时候要偷偷的。好。你能吃辣吗？不能吃辣。这一下吧唧嘴，这一下吧唧嘴。是谁？哦，我们要。我还闻到了东西的味道，徐学忠你也太明目张胆了吧？哦。这个饼干的味道你也能闻到。现在不能发出任何声音，然后也不许吃东西，好吗？好。那可以看书不？看书是可以的。我觉得这本书你可能会感兴趣。如何成为游戏高手？那是本好书啊。这本书可以。哎妈，这太辣！试一下吧，真的很辣是吗？你要不吃我的饼干吗？你眼泪都出来了，你还好吗？是谁在吃东西？那么样子，你说话，你说话呀，说话呀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，没事儿，馆长，我没事。馆长能拿着餐巾纸吗？他哭了。没事儿，自带纸巾。班长，你说话。啊，我什么也没干呀。他们脸怎么鼓了？没有。怎么也没有。徐州，你说他有没有吃？啊？你说他有没有吃东西？徐州装作看不见。徐州不敢讲话，因为他一讲话容易喷的。就比较干，不许说话。比如说你手上拿的什么？你在我们图书馆干什么？我没拿东西。我看见了，拿的饼干。
手伸出来，帮我打下马赛克，就是总导演李学林让我打。打下马赛。啊！真的痛啊！真的痛！真的疼吗？来，真的。而且我觉得可能是真的疼，因为打完之后他在我后面这样的。我为什么要选面？哎，我想尝一下到底有多辣。哇，真的辣到爆炸，你知道吗？是谁？杨子，你刚刚是吃了炸药吗？为什么头发炸成这个样子？辣到炸，辣到炸，没有啊，这是我的造型，这是我造型。所以你在吃东西？没有啊。哎，你的嘴现在有点红哎。是吗？对。不是你尝尝这些。我尝什么？我都是在啃食书本的好吗？知识的力量。你们现在非常尴尬，翻翻把手拿出来，我打一下，缓解一下情绪，缓解一下情绪。这是啥？这是什么？还能这样？来，打一下，缓解一下情绪，缓解谁的情绪？每次馆长都是转过去，默默地吹吹自己的两根手指。你尝尝有多辣。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双倍辣，我吃那么多，你别哇哇哇！太拼了，太厉害了！想哭就哭吧，范范，我觉得没事儿，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。吃完了。谁让你们在这里制造这么多垃圾的？下次再这样，你们就别想进我的图书馆了。馆长，你要不要尝一下那碗面？你真的可以尝尝，馆长。很好吃。你们安安静静的好吗？绝了！你们安安静静的，你们三个人。我没有说话。你太明目张胆了，你刚刚都拿到桌子上来了，当我不存在，我是这里的权威。好的。一会儿再来看你。馆长走了。啊，你们要不要喝口水啊？我觉得真的，我没想到会这么辣，就我一闻就整个开始流眼泪。下面呢，又到了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了。嗯，为了欢迎许魏洲呢，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宴。刚才不吃过了吗？对，饼干啊，就是我们节目就是不停的吃。对 okay, 然后有请导演组上一些道具，这个美食我们要一道一道的揭晓。嗯，对不对？啊。脑，我的妈！牛筋啊，生蚝汁、啊！我妈呀，这也太腥了！这啥呀？肥罐头。OK fine。这都有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味道其实挺大的。哎呦我，太臭了！牛舌啊，这最简单的了，这。我知了。等一下我们会进行三轮游戏的比拼，然后只会有一个人获胜，然后剩下的两个人呢要依次从里面挑一样然后吃下去。啊，感觉我们已经输了一样。我绝对不能输，对不起了各位。我绝对也不能输，这个绝对不能输，没有一个能接受得了。所以赶紧进入我们第一个游戏，软糖马拉松 PLUS。三个人不用手同时从头开始吃三根尾部相连的软糖，最先吃到尾部打结部分的人获胜。3、2、1，开始。
嘴巴好酸啊。下面就是二位要在里面各跳一样，然后吃完。我们导演当时跟我说要吃完，他说这个就是一人份的量，就是每盘就是一人份的量。哎，你怎么拿起筷子了？啊？不是我，这个牛舌。我没有想到这个惩罚还有人争抢着在吃，所以徐老师选。所以牛筋口感怎么样？它就是白水煮的。我觉得徐老师还是挺敢吃的。你没有看徐老师现在为什么你的眼里常含就是常含热泪？哦，这个白煮的好难吃啊！哼，我这也是白煮没味儿，但是还好。你就是最幸福。所以现在还好吗？我只能输这一次。你话已经说到这儿了，你只能输这一次。万一等下又输了，你要吃两盘吗？我已经没有能再接受的东西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我来控制啊。切换一下镜头，知道吗？来啊，第一轮游戏我获胜啊，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二个游戏，疯狂的袋子。三人分别给大号垃圾袋装封，并用皮筋细节，限时3分钟之内装封袋数最多的人获胜。这个绝对不能输，因为这个游戏对。就是标准很难判定嘛，所以导演组好像要给我们准备一个标准，是吗？哇，这样应该还好吧？还好。这样应该很难吧？这个绝对是他们拿什么鼓风机吹的气。那应该也不至于。这个绝对不能输。来，3、2。欢落后了呢，地球断了，要装几个？不知道，3分钟。啊，3分钟随便装。太干了。加油加油！还有1分16秒。完了完了，我感觉我肩膀上的书影响了我的发挥。对，我也是，我怀疑我们服装老师故意的。完了，我吃16吧。哇，飞几包？哎，我最少啊，3、6，我也6包啊。我7个，你那质量你看。拉布，你的那个不行。我说你的质量，我说你的质量。多。完了，我们两个一模一样。我觉得这样吧，就是大家都吃。我觉得吧，你没有尝试过，刚才我尝试过了。所以你可以试一下，对吧？男人总要尝试，对吧？你挑一个。你鲱鱼罐头你不特别想吃吗？鲱鱼罐头你可以，你先不要打开，对吧？我，这个就还行。其实我想尝试的还蛮多的。我推荐你就这一杯，直接就干了。别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们两个要一个人选这个，一个人选这个，然后把这两个留下来到最后一轮。我吃知了，我吃知了。啊，你吃知了。哇，这个鱼的味道。哇。我要死了！天哪，我从来没吃过这种虫子。那你还不如吃猪脑呢。
还行吗？腻吗？也太腥了吧！这不会中毒吧？知道你们吃过知了吗？我尝一口啊！你尝一个，你要尝一个吗？你没吃过，我觉得可以尝一个。哇，你们都不害怕这？它不会有什么东西爆出来的那种感觉吧？但这个，但这个吃的就是得吐掉，就是壳也吐了。真的，壳得吐掉啊！这不跟蚕蛹一样吗？你下回可以早点说吗？吃高蛋白，没问题的，高蛋白。你这还你就咽下去吧。那这个猪脑真的不能在清汤锅里涮是吧？这个口感真的是，哎呀妈！你看他还在拍，啊，他在摇头。你还不敢吃啊，大哥？你吃过吃过？哎，我觉得这样子，整下来给我导演。导演，我要看着导演就着这个蚕蛹。导演辛苦了，高蛋白，吃，咽下去。导演吃了。所以我们赶紧进入第三个游戏，谁是大富翁？三人分别利用渔网收集从天而降的银纸，限定时间内收集到银纸重量最高的人获胜。这人绝对不能输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绝对不能输。咱们离远点，啊，离远一点，你看，不要误伤了。对，你会从上面下来，来吧，来准备，好，来吧，啊，这儿呢。都没了，不要离他太近，还这样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，我已无处可躲。我不要再笑，我不要再笑，我不要再笑。你们两个怎么了？你们两个撞在一起了吗？哦，那真是太惨了，同情你们。啦啦啦！哎，好奇怪的是，许维洲刚刚明明装了那么多，为什么后来就剩这么点了呢？哼，翻车了！我俩撞到了。你和谁撞在一起了？我俩呗。还能跟谁撞一起？哇哦！哎，你肯定输了，你这个肯定输了，哈！知道什么叫把你石头砸到自己的脚？这叫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这OK， 公布比赛结果，导演组上一些道具。完了，你反正你肯定吃了肉眼可见的，这样。完了！不是，你知道刚才他这样往下一走，纸全跑了。其实我呢就是想输，可是等一下剩的是鲱鱼罐头和生蚝汁。哎哎，我就是喜欢吃鲱鱼罐头。你来，我们要把里面的银纸掏出来。不用掏了，就这样差不多了。不用掏了，他已经输了，咱俩比比吧。1109克，算上你的缸。对，你没事，你们就算数量就行了。来吧，这个摆好了，这个碎渣也不要放过。最辣娘子是1121，完了他要赢了。1211是吗？嗯呢。哈，嘿嘿，这说明稳是多么的重要。是。你是不是就堵着那个风口了？没有，堵的是。我尝试过，他会吹走，对，会吹走。嗯，天哪，完了。哇，136，显而易见，我赢了。你咋没法都赢啊？因为求生欲。来吧，还石头剪刀布呀？你先选吧。我觉得公平起见吧，是吧？那我就吃这个吧。那行。对，那行。我以为你会僵持一下，给我僵持一下。我快，你也在吗？哎，不是有个很火的段子，我敬你一杯，然后就撒出去了。我敬你一个鲱鱼罐头。我敬你一个生蚝汁。
不是这个颜色，我觉得不行，我离你远一点，我不想就着这个味儿喝生蚝汁。花开的时候，但说北欧是北欧的吗？他就很经常有人吃这个耶，还挺贵的呢。真的挺贵的吗？很贵耶，那一个罐头。这个音乐，哇，这个音乐，飞扬的根源，太下饭了，太咸了，真的，应该没有闻着那么难吃吧？他说不用吃完，但是我感觉怎么上瘾了呢？感觉我可以尝一下吗？Oh no！等一下，如果你过安检的时候，不是我会觉得，然后想说，哇，还有人从北京代购臭豆腐吗？尝尝，特咸啊，特别咸。我觉得吃这个味道让人好像就说不出来话了哟。我不吃，我不尝，我没有那么大好奇心，因为我还要喝生蚝。手都抖了，你也太勇敢了。我来，我们看他喝生蚝汁。哎呀妈！啥味儿的？尝一尝。哎呀妈呀！还有肉。你也想尝一口吗？哎呀我的妈呀！我刚才真的本能反应要吐出来。我觉得这个才吓人吧。那个表情别截出去啊！真的本能反应要吐出来。主要是他吃了那个，我又喝这个。现在我们感觉每个人就是有一种就是求知欲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怎么样呢？这是这一个杯子还要三个人喝，太腥了。妈，太臭了 ！Oh my god！ 太好了，太棒了，太好吃了，请导演以后也吃一吃这个，尝一尝。哇，这个味道非常好，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。嗯。好吃的呢我们也吃过了，然后游戏呢我们也做过了，下面我们就要搞一些事情。啥事情啊？我妹大家都知道亚洲当红女团，演而优则唱，唱而优则演。对，她也希望和许魏洲一样，电影电视剧音乐都可以尝试一下。对对，作为哥哥的我呢决定帮她完成这个梦想，众筹帮她拍一部电影。斥巨资啊，找来了许魏洲做男主演，邀请了辣目洋子做我妹妹这部电影的这个特邀出演，友情客串。对，友情客串，毕竟女一号还是我妹妹嘛。当然了，最隆重的一个导演，我本人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场准备一下。妹妹开着跑车来的。妹妹很有钱，女团成员。哇。妹妹，你看妹妹好酷，我开车不把方向盘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早上妹妹开车可厉害了，早上妹妹开车是这样躺在单手来，妹妹下车了。今天的妹妹不知道为什么，很草率的躺在车里。好了，拜。自动驾驶很高级，这就是我的妹妹。妹妹腿好长哦。对，亮马桥林志玲，美吗？来，我们现场也都准备一下图书馆的诱惑，准备开机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学霸许魏洲和学渣辣目洋子不约而同来到同一家图书馆。许魏洲和辣目洋子各自借到了特别喜欢的一本书。哇，意林和延禧攻略。哇哦，这本书实在是太好看了，太好看了，演员注意情绪，太好看了。哇哦，感觉我的情绪更饱满。哇哦，看书。我告诉你，照这个演表演考试第一轮就刷掉了。辣目洋子为了影响许魏洲学习，他决定搓个性感的澡引起他的注意。注意，性感的澡，搓泥呢？对，性感的澡，来。
他很开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你要毫无兴趣。毫无兴趣啊！哼，这惹恼了辣目洋子。惹恼了辣目洋子，生气、着急、气愤，搓火了，火都已经在头顶上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不是我惹事儿，我跟你讲，这要是你忍得了，我忍不了。我跟你讲，于是辣目洋子决定给他一套组合拳，先是一个黑虎掏心，又是一个白鹤亮翅，最后一个金鸡独立。徐维洲忽然发现这位同学好有个性，作为一个导演给妹妹导了个戏，妹妹到现在还没出现。徐维洲和辣目洋子四目相对，徐维洲忽然想和辣目洋子组成互动学习小组。这时隔壁班的性感美女学渣妹妹忽然出现，妹妹进门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但是依然不影响她性感。妹妹想要加入他们一起学习。辣目洋子学习了，你为什么在闹脾气呢？你就是看不惯妹妹有海淀林志玲的称号。没想到许维洲一个鲤鱼打挺踢走了妹妹，妹妹要一个鲤鱼打挺。哦，你小心，你的头发又掉了。不仅踢走了妹妹，还有妹妹的假发彩。哇！学习小组又剩我们俩了。辣目洋子看到了许维洲的诚心，答应了许维洲的学习互助请求，两个人一起开心的转圈圈。竟然要中间有那种粉红的泡泡，这样手拉手啊。有点晕。OK， 咔，收工。图书馆的诱惑圆满杀青，谢谢各位。所以觉得我们刚刚那个影片拍的怎么样？好，对，我觉得挺好的，不知道男主演怎么想。我觉得这个友情出演演得特别好，特别生动。男主演，然后这个友情客串，还有导演都觉得特别好。下面就是看就是奥斯卡评委会怎么看了。It's the 90th Annual Academy Awards, beaming to you live in stunning black and white from the historic Dolby Theater.再次感谢许维洲来到我们出招的帆帆，然后这次录制节目感觉怎么样？啊，特别开心，来到这个出招吧，帆帆，也分享了自己很多的故事，然后呢，也见到了很惊悚的妹妹，非常开心。这个杨子当我的这个友情出演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今天我觉得特别开心，最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许维洲以及许维洲以后的作品，尤其是对不对？明年要在爱奇艺播的和白敬亭主演的《乒乓》啊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辣目洋子以及他的作品。生活对我下手了，生活对我下手了，对对对，部竖屏短剧。你们三个，哎。真的非常不听话，我们这里被你搞得太脏了，而且我刚刚说了，一旦搞脏，我们这个棚里一贫如洗。一旦搞脏，你看看多脏，全是垃圾。许维洲举铁是吧？那你拿这个。哦。要像我这样。好。要挺沉的。对。要性感的打扫卫生。对。你们三个都要非常性感的，如果不性感，打扫干净了也没有用，也不会放你们回家。哎，还真挺好用的，打扫完了才能回家哈。这也拖到啥时候？徐老师，你这样性感吗？性感应该是这样。对对对，这。哎，我没有想到你穿裙子还这么灵活哎，就是这个。妈，这得拖到啥时候啊？哎呦，什么时候可以下班啊？什么时候下班啊？哎，拖完就下班了。我感觉我把那口面都消耗没了。哦，我还吃了半个肘子呢。哇，那个肘子其实还挺好吃的，但是就有点油。真能拖干净了，这脚印儿啥的。哎呦，什么时候可以下班啊？上新浪微博搜索话题"翻翻爱豆公约"即可观看完整彩蛋视频。
应该你不会吧？不会笑场，就是我自己拍的时候不会笑场，但是如果周围有什么环境，因为就我以前有一次拍戏的时候，就大家都很认真很严肃的一场戏，结果我们拍的时候灯光老师灯光老师放了一个屁没憋住，当时就然后就一下就不行了，因为那个本来情绪是很投入在里面的，对啊，也算是拍戏时候的趣事儿啊。微笑，可以现场再还原一下吗？我不记得当时怎么说的，随便说一个吧。海蓝星球，海绵宝宝，我们来抓章鱼吧。是这么说的吗？是这样的。我真不会。学生有看过吗？他的那个，看过，他那视频，对 ，blue， 不，对对，我还记得那么两个，一个就是，对，有个这个，然后哪有这个呀？就最基础的有一个，我教你个简单的吧。好啊，就是 blue。你试试看。真会。对，刚刚我们两个就是你那个表情，就是。对，蹦子蹦子噗，啥？蹦子蹦子噗，蹦子噗。OK， 谢谢。OK， 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，拜拜。谢谢徐老师的教学。你还在为你的冬季肥膘感到困扰吗？你还在为你的减肥方式感到烦恼吗？你还在为你的运动方式无聊感到困扰吗？本年度最火 VR 蹦迪减肥方式，燃烧你的卡路里。编导，今晚是不是又可以吃炸鸡了？节奏空间，一款能让你放心吃炸鸡的 VR 减肥游戏。这边是图书馆，大哥是谁？大哥是月皇。经纪人笑得好开心呀、啊！爱奇很好，私底下都是躲在被子里不出声的胆小鬼。队长轻蔑地笑，队长。胆子最小的应该就是我是那种害怕的人。对，你加油，没事儿。后悔了。哦，我的妈呀！我操！都叫声，下去吧。爱奇艺泡泡 APP 为喜欢的爱豆打榜加油。